这个因为长期熬夜一星期去了四趟医院花了小一万的是我，经常性的彻夜追剧通宵加班整晚游戏究竟给我带来了什么？需要发床上梳子下水道到处都是，皮肤松弛，脸色蜡黄，还冒痘，两个月内胖了11斤，免疫力下降，感冒胃痛肠炎，不停的吃药打点滴，吃药打点滴，生物钟紊乱，辗转反侧睡不着，情绪变得暴躁，掐着点算还能睡多久，然后崩溃，最后到处咨询医生，翻阅各种资料，甚至吃药，只为了睡个好觉。如果你也经历着听助眠歌曲还是很难入眠的痛苦，那可以试试我在用的这个方法。睡前可以试着用央视教的方法，喝杯温牛奶，温水泡脚5分钟。牛奶里啊有 L 类氨酸，能使人疲惫欲睡，泡脚呢会促进血液循环，就像是刚跑完1000米，沾床就睡。学婴儿的睡姿，脚心相对，膝盖打开，双拳半握放在头部两侧，坚持10分钟。这样啊，能通过局部血压的改变放松全身的细胞，还没等你关上灯就已经抬不起眼皮了。也可以试着换上冷色系、中间色系的床单、睡衣。人的皮肤啊，在休息时也能感知色温刺激大脑，纯绿色的床单、纯色睡衣对血压脉搏有益，可以减少焦虑，舒舒服服的一觉睡到大天亮。或者试着睡前在枕头上喷上睡眠喷雾，它里面还有一些植物，例如薰衣草香、鼠尾草香，可以放松咱们的神经，就像是春天出门旅行，闻着花香在车后座摇摇欲睡。再或者试着听一些脑波音乐，它的波频啊和大脑在睡眠时的波频是一样的，可以带领大脑进入睡眠的波频，不知不觉啊就开始幻想霸道总裁壁咚、邻家弟弟送花，慢慢的进入梦乡。希望大家都能睡个好觉，那我睡啦，晚安。